2024台北街头艺术嘉年华，10月12日至13日，邀请十组国内外表演艺术团队与松烟文创园区进行2020场的演出，内容形式有马戏、打击音乐、流行国啊、特技爬杆、特技舞蹈等等多种不同特色的街头演艺。准备好一起前往台北街头艺术嘉年华，共赏今年的街头新霸王了吗？